今天有大鸡排，好久都没有吃到鸡排了。对啊，开动了。嗯，好香啊。怎么样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我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是才吃一口吧？吃一口就说要走，多浪费食物啊你。今天手怎么这么没力啊？那帮我切。乐于助人的小胖。乐于助人啊，帮我切。是啊，同学之间是应该相互帮助的。好好切啊，不要切得太细，否则会失去口感。哎，也不能太粗，否则会失去美感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连切都不会切，切成这样能吃吗？你去帮我倒水吧。好。哎，你不问我要热的还是冰的吗？那请问你是要冰的还是热的？我要温的，半热半凉，谢谢。好。